今天就来挑战一下，用超市里的东西来测试一下到底哪个颜色最显白。咱们先来测试一下这片各种颜色的薯片。第一组，番茄红对香芋紫，紫色显白，记起来。第二组，番茄红对宝石蓝，深蓝显白不清纯。第三组，青柠蓝对黄瓜绿，浅蓝显黑，丢出去。接下来看看其他商品。第四组，玉米黄对绿豆绿，绿色显白好冷地。第五组，红豆红对象牙白，白色显黑，闭起来。第六组，米白对褐红，褐红显白真英雄。第七组，浅橙对深黄，橙色显黑秒暗沉。姐妹们看到了吗？还不赶紧艾特男朋友相关颜色穿起来呀。但是你们知不知道，有种肤色不管穿什么都很显白。很简单啊，就去自然光下看你手腕内侧的血管颜色，如果血管是蓝色或者紫色，恭喜你冷白皮，穿什么颜色都能扛。如果血管颜色是绿色或者橄榄绿，那么你很有可能就是黄皮。衣服颜色穿错啊，显黑显土不说，粉底口红要是没选对，那很容易假面显老气。但是别慌，我专门整理一份适合黄皮的粉底口红衣服色号大合集，想要的赶紧截图。哎，我就是个贴心博主，关注我，女生赚到了。